有一个姐姐吗？对，说今年要回来。啊，今年已经过一半了。对啊，软腰子、上妆那些。他姐，他阿姨辛苦了，还在我。嗯，谁啊？是不是谁？你女儿呢？啊！我以为是他同学。他姐不穿吗？感觉他姐在菲律宾应该会穿很辣子，因为那边很热。看一下，我爸会发现我回家了。反正这位陈女士、夏女士是没有发现的。叔叔好。Hello。你们真的？王咪你好肥哦！哇哦，怎么可以这么胖？你的心理啊、哦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。阿姨，不好意思。爸，爸，是谁来的？爸。啊？哎。我就是讲讲，妈都无发现，你到台上台到30分钟啊，伊都无发现是我。安尼哦，我嘛无注意咧。就喊你啊！哎呦！结论就是你们大家都没把我，就都忘记我了。阿姨辛苦了，还在我。我你在？在用拖拖机啊？谁呀、啊？是不是谁？你女儿呢？